你怎么来了？走，快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。他一干可以的，我们去就帮他忙了。不行，你们人太多了，他扛不住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。对不起啊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破了。疼不疼？ 今天真的要表扬你，你今天啊演技特别精湛，把那种一个丈夫对于妻子前任的那种敌意，还有愤怒，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，特别好。手动100个赞，给你盖个章。秦律师，要是你什么时候能不粗心大意了，我也给你盖个章。谢谢。 别收，报恩的时间到了。你自己来。不用。疼吗？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。 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。秦律师，鉴于今天这件事，我建议你退出这个案子。我凭什么要退出啊？你不害怕吗？怕呀。那也不能每次遇到害怕的事情就退啊。你听过那句话没有？世道之所以变坏。 是因为坏人在作恶的时候，好人在袖手旁观。我们家庭部如果因为遇到这种事情就退了的话，行事不得同事，工作不工作了。维护正义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，是我做律师的初衷。感动吗？是不是瞬间觉得我的形象特别高大？那倒没有。
要不要加点热水？需要我帮忙，随时告诉我。我上班去了，尝尝我做的早点。